小姐，杜小姐。他说啊哈，不是都一样，越南餐厅就这样。然后我们说不一样，我们是越南餐厅，你过来试试试看就知道。那我们只有美食。是啊。刚来哈，我们都是去上班，去工厂工作，哦，工厂工作，电子工厂。后来慢慢就弟弟就自己去弄一个小小的家庭式的手工做电子代工嘛哈，做到最后好像哪一年，然后就很多人投资到大陆去，那接不到那个电子的单子啊。那开始就有一点烦恼了，如果我们把它收起来，那他们又怎么办呢？那我们又要从头开始。那弟弟就有跟我讨论说，哎，还是我们煮咖喱好了。我说你怎么会考虑到煮咖喱？他说我跟他两姐弟黑黑的，他说弄一个帽子像那个印度人这样，我去卖咖喱。我就说，哎，也是好主意。咖喱粉是我们在市面上都不太知道，因为其实咖喱粉是自家都会有自家的味道。那也是爸爸在越南可以找到一位老师傅，他就调出这个味道出来，然后就觉得哦，那这个味道就是自家的味道。这个越南啊，它的咖喱。它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它有加那个原来吃咖喱的会很热嘛，然后它都是一些香粉类，然后而且是烘干的东西，炒干的东西。那我们那个鸡肉也炒又有油，所以加椰奶上去它就综合，吃起来又很健康又很舒服。之前我是有买台湾的面包了，结果再怎么买也不像，刚开始出炉还可以接受，然后等到放个半天以上来开始硬，然后回烤的时候更硬，那后来就没办法要跑到越南去学，因为我知道是越南的面包没那么硬，是外脆内软。我觉得它的最招牌的东西，我觉得是那个咖喱鸡法国面包，因为它那个法国面包是很外皮是很酥，然后里面很软，然后沾那个咖喱酱汁啊，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它外面很酥，里面很软，它不会像外面一样就是很硬，然后咬到中间才会软。而且就是沾咖喱酱的时候，咖喱酱的味道又很够，吃起来就咔吱咔吱的，很好吃。法国面包它吃起来很酥脆，然后又很软，你尤其你沾到那个牛肉或者咖喱的时候，特别有一种很香的味道，它这个香料的味道很特殊，不会让人家吃了会怀念。在越南学好了做没问题的，然后回到台湾做，哎，怎么做不成，然后又跑回去请教，然后又回来做也不成，到最后似乎跟我讲说，可能台湾的天气跟越南不一样啊。我知道了，越南是整年都是热嘛，啊，台湾不一样，那到冬天尤其是寒流的时候，我们做不起来啊。结果就还要请教台湾的面包师傅，然后来两边结合，搞的那一段时间半年的面包都丢掉，做不成功，后来做成功了。就是我们的面包跟越南的是一模一样，不管什么天气都一样。那时候我们刚来的时候，十几年前的时候，要吃一个越南料理是很难的，要跑到台北那边去。
那想一想，不然我们自己在工厂的一楼，我们就开一个小店面嘛，也可以尝到自己的家乡味。那当时是我在厨房在掌厨嘛，那要需要到二厨，那变成有请到一些台湾人，一直跟他讲那个原理，他还是弄不起来。我印象还很深刻，第一天营业额3300块，对，然后只有8位客人。后来就有一些从越南嫁过来的小姐啊，他就有来应征啊，虽然他们是什么都不懂，真的连一坑根根葱都不懂，因为他很年轻，刚从学校毕业就嫁过来了。我刚才刚开始来啊，什么都不会，切菜也不会，然后全部所有东西都不会啊，跟老板跟老板娘都教我，然后学那姐妹们呢都教我那些。我当初刚来啊，然后不懂中文，也不会讲中文，所以我听说这里就是餐厅，就是老板是越南人的，然后我想说会比较方便，就是沟通的话会讲，他会听得懂我讲的。那去别的地方，可能我讲了人家都听不懂，对呀，就怕这样，所以才来这边工作。因为刚过来，他们的语言也不通，字也不懂，然后进来问，都是老公带来应征的。那进来问说啊，怎么老板娘会跟我讲越南话，就觉得好高兴，然后看到妈妈这样子。你会看我们厨房有画图，因为他们讲中文有时候会听出，然后讲越文呢，因为厨房很吵，有那个抽油烟机啊，又炒菜，又会听说，算了，干脆画图。爸爸画图很厉害。加一点油，不用加太多，因为控肉会出油。那江门菜里面就是妈妈做的那个控肉就最好吃。我就是请教妈妈怎么做比较好吃，所以那一道鱼肉控肉饭就是妈妈做的味道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刚开店的时候，那个菜只有三样，一个是牛肉河粉，一个是控肉饭，然后一个是茄汁牛腩河粉，就这三样。对，然后后来就想说，哎，会不会东西太少，客人就是会吃腻这样子，然后后来才慢慢增加到现在有100多样。什么越南人那么爱吃鱼露？其实它主要的饮食文化是鱼露，啊，没有鱼露，他们就不会做菜了。我发觉那个台湾料理都是全部都是用，姜啊、盐巴还有那个酱油，那我们越南的料理都全部用鱼露。鱼露就是鱼的精华。通常在东南亚啦、越南都是要用鱼来腌制，然后腌的过程也不能太多，太多的话它发酵比较慢，然后太少的话它会臭掉那个鱼，变成做鱼露就做不成了。我来10年了，也是喜欢吃鱼露，吃酱油。就是半碗饭就吃不完，都是沾生菜来吃，生菜然后沾鱼肉，感觉很好吃，很清爽，我感觉是我的命一样。越南小姐都吃鱼肉长大，然后
每个人每一个都很苗条很漂亮啊，我想象应该是跟迷路有关。其实越南菜啊，我们的重点是这个菜园，我所种的都是越南的香菜，然后里面有那个紫苏啊、辣薄荷啦、啊、白玉之类的。那其实如果越南菜没有这些的话，说真的是没办法做出很道地的越南菜。这个是紫苏，紫苏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包裹在那个鲜虾春卷。首先我们拿那个干米皮先给它弄湿，它才比较好卷，而且又会柔软。第一步骤我们先把那个虾切，再来猪肉，再来一个生菜，这个米粉，然后再来就再放一点我们的越南九层塔。这个香菜类似台湾的九层塔，那个放进去它很香，尤其是那个鲜虾春卷放进去它也可以提味，很香。哎呀香哦，等一下，今天我要很多菜哦，啊，你要不要帮我准备那个辣薄荷四斤？哎，哦，对，白玉，哎对，哎呀，还有魔翁草哦，哈，啊，那等一下11点多送来就好了哈。我已经割好了，等一下装过去给你哦。好，拜拜。好，拜拜。他刚嫁过来啊，哈。啊，我就带他去吃那个越南美食啦，啊，就这样子认识啊，啊，因为我们自己有地啊，就有跟那个老板说教我们怎么种菜啊，就给我们那个种子啊，就这样子种了。那当初他是自己来应征，然后他说能不能礼拜六做，礼拜天不能做，因为他要照顾家里的小孩。我说不行，我们主要是礼拜六礼拜天。啊，可是他很想做，然后到最后他看到我发现我后面有种很多那个越南香菜啊，他说能不能给他种子回去种。那我说啊，可以啊，可是你种好以后，那你再卖给我，我需要大量的菜，这里的地不够大，这样子。这个叫白芋头吧，就是我们只有吃它的藕荷而已，剩下那个它的根那边啊不能吃，只能吃根的而已。这个一样是煮酸汤用的。这个白芋，它的口感好像我们台湾很爱吃的那个竹笋一样，它这个白芋越南酸汤一定要加。然后秋葵，然后杨桃，最后加豆芽，加这个香菜，这个是魔翁草。其实它应该是蛮特殊的，因为它里面有加杨桃，然后也有加凤梨，所以它喝起来那个杨桃的香气是还蛮浓的。可是我想，如果是第一次喝的人，可能会觉得那个味道是蛮特殊的。所以这道汤其实如果大家没有喝过，是可以来试喝看看，也是蛮适合夏天喝的。没有人，就是整个鸭子抓起来这样吃，好可怕。整个拿起来吃好了，沾点菜。这个菜啊，是那个老板要啊，他吃那个鸭仔这样用的，
很多台湾人不敢吃，可是看老板他们卖也蛮不错的。薄荷的味道，蛮辣的。这个是辣薄荷，这个一般我们在吃那个鸭仔蛋呢、啊，常常有看到的，一定要配它，因为它是很强烈的辛辣味，它可以去腥。它其实那个菜的味道会跟蛋的一些味薄荷味道综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一点盐，它浓郁起来，味道蛮特别的，因为在台湾其实吃不到这种感觉。吃完那个鸭仔蛋敲开以后，还可以做成一个手工艺品，就是我们后面这个蛋壳化，蛋把它打碎以后，就把它镶上去，就一层油就抹上去。煮一个是那个牛肉河粉，好，对。炸、啊？有忘记了哦，那你看，又忘记了了，牙了在哪里？又忘记了了，又在你后面啦。有时候它很重，然后可是想想是好的一件事，是我们做不好，它才就骂给我们。很进步的人的样子，有时教他教些我的干女儿一样了，全部我都看到看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女儿，有时教他们，那有时他们就有的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嘛，那变成有的讲几句，他们就在掉眼泪，看了我也傻了眼。我是教你一下，我不是骂你，也不是打你，是。给你要求更进步，你们不要这样哭，我更难过。一开始来的时候不会啊，然后老板娘会教我，对啊，慢慢会教我，他很亲切啊，然后很就是很用心去教我，就是其实都是妈妈，对，用骂的啦，用讲的啦。从一刚进来，一定是洗碗，然后洗碗有的就很厉害，有的边洗眼睛就边看，哎，姐姐你那个是什么？然后对，然后就学得很快。叶兰静良是很乖巧的，那很听话，也很勤劳，那。他大部分的问题都出在老公，所以我老公的问题啊，有时候不能给他上班啦、啊、去工作啦、啊、所以变成我们都常常换，一直在训练一个到一个是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啊，江他是之前就有一些事变成他不能在这边做，在我们这边做事时间比较长，所以大先生就说不行，所以才会离职。这个最简单的，你还说跑到哪里去？不知道，好久我忘记了，我忘记。对，这样子哦，那不错，没有忘记。1991年我过来的。过来到这边哦，越南本来都没有高速公路啊，刚开始上来台湾越坐怎么哇，坐车子坐得好远，越坐怎么哦，越坐越远，然后在上面都没有房子，开始好紧张啊。我先说我自己啊，我就觉得他们这些新住民他们很独立很坚强，就来一个人就敢嫁到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去适应一个新的生活。最近这十年来，越南的新娘嫁过来台湾很多，然后他们也抱着希望说，哎，能够嫁给外国丈夫的话，应该生活比较好，然后比较改善。啊，结果有的嫁过来是不好，有的嫁过来是很幸福，是不一定的。没有知足啦，
我先生也就是很疼我，有时我做太多，他也会不高兴，说你做太多，赚那么多钱干嘛？那我说我自己存钱给我妈盖房，我家越南的家盖房子。如果可以，我也想把我妹搬过来。越南现在不错啊，不一定要盖来台湾啊。你们现在越来越进步啊。可是我一个人无聊啊，想把妹带过来啊，来一起欺负你。听起来你好像嫁给一个台湾最好的男人。对啊，大概找不到第二个了。又很舍不得，可是就他为了他的自己夫妻的生活，也是没办法，他变成说就今天休息嘛，就干脆就进来再请他再吃一餐欢送这样子。中了木锁，这呢是实在是很重要嘛，也是很舒雅嘛，嘛入来就。ở chung một chỗ cũng ngày nào cũng nói tiếng Việt. Chú lại chỉ nói cho ta cha tôi cho ha ha ta xiao. Thật sự tôi thật sự không xiao. Tôi ăn không được cho tôi ăn được bánh mì. Còn nữa. Cô ấy nói chồng nói ở Đài Bắc sống sống tiêu phí quá cao rồi, lại phải mua nhà, và chồng cô ấy là công việc không ổn định, biến thành là thu nhập không tốt, thì 想一想说还是回到老家去那边再生活，他说在乡下就消费会比较低，所以就一心说要回家这样子。有来台北的话就再来回来娘家这边来看大家姐妹都在都很担心你关心你知道吗？要努力要加油。